疗、爱心和耐心。虽然不是每只生病的狗都能拥有奇迹，但至少像洛奇这样的狗狗给了我们希望。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同胞了，杨春说和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得很快，中忙不过急急急色到处去寻机了，不叫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我祝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次你有这边的这边快不叫老祖老祖然的祖寻机了，向上上海把技术上百元的把他们找到的梦我祝祝祝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次你有这边的这边快不叫老祖了苏乱的苏心机了向上上海把技术上百元的把他们找到的梦我祝祝祝祝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次你有这边的这边快不叫老祖了苏乱的苏心机了先拿上海把技术上百元的把他们找到的梦我祝祝祝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我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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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我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我接拉的江苏罗带兵的到苏港的那边在江苏那当我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苏罗中等点公布家伙人要拉向咋路东哥路住着你真正你的难道老师今年东哥就算是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大的比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住这样东松住的街中你摸你路你接着住东村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今年就在那镇东东里的庄三平的庄园的里庄家这都是朝知道是你眼睛道路门虽然讲不到样的的的最多的几斤觉得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着着你可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见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见不了家把个人当安全度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在了现在开始讲今天的课啊，听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饶益天下所有的众生我们发心或者是下决心要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听这堂课听完了以后大家精进的修心那么总有一天会成佛的成佛的时候我们帮助更多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这个是我们今天听课的目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讲课的目的也就是我们大乘佛教的这个所有的修心以及学习等等的目标那么我们今天讲什么样的什么课呢就是接着前几天的这个课
继续讲。那么前几天的课当中啊，我们就讲了这个空心的修法。空心啊，我们就对佛教稍稍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啊，佛教讲空心。还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当中的有一句话，我们学佛的人不学佛的人啊，信佛的人不信佛的人都会讲都会说啊，那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就这句话。大家都很清楚，大家都会背这几句话。但是这个怎么样去修啊？那么它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去修啊？然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四句话怎么样运用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或者是通过这种佛的深奥的理论来怎么样解决啊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面临的啊很多很多的这些痛苦啊，怎么样去解决？那这些方法不一定很多人了解啊，所以我们有必要去学习这些。那么我们今天就继续讲这个课。这个课有两个部分啊，一个是它的理论的部分，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然后今天讲的是它的具体的修法啊，那我们怎么样去修啊？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因为我们换了一个地方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都就不一定听了上次我们讲的这个课。可能大部分人都听过了，但是可能很多人也没有听。那这样子的话，今天我们直接讲一个具体的修法这个理论的部分不讲的话，也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完整。所以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理论。首先我们上次也讲过了，这次我们讲的这个课呢，在我们佛教尤其是这个宪宗里面的比较高端的课程，比较高端的课程，比如说我们就一个现代的学校的课程来说，基本上就是大学本科的课程，等于是大学本科的课程啊，所以就是佛教里面呢是属于是比较高端的一个这样子的课程。那我们能够理解这堂课的内容啊，或者是能够理解这个修法，那也需要一定的基础，一定的基础才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佛法的啊，从来没有学过佛法的人，一开始的时候就去听这个空心啊，这样子的话，那可能有些人可能对这个对空心啊有不了解，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误解这样子都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呢，这座的大家都应该是比较对佛教有一定的基础的人啊，所以听空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空心佛教为什么要讲空心呢？我们首先讲出离心然后呢让我们就是这个明确制定我们的未来的这个方向或者是目标。然后让我们学菩提心让我们修菩提心。然后发慈悲心，要懂得关爱所有的生命要懂得帮助所有的众生。比如说小乘佛教他非常的他非常的这个了解人的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轮回的痛苦他也很希望自己很希望解决自己的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痛苦但是呢他并没有考虑到其他众生的
痛苦。嗯，那么大乘佛教就有一个不一样呢，大乘佛教不但是要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的痛苦，还要解决所有众生的这个痛苦，那所有众生的生老病死的痛苦啊。所以第二个我们发菩提心，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些贪嗔痴等各种各样的烦恼以及这个烦恼导致的各种各样的痛苦，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就是必须要证悟空心啊，证悟空心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贪嗔痴慢疑这五个烦恼，在佛教里面呢，佛教认为这个是我们所有的负面的情绪啊，负面情绪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贪嗔痴慢疑，就这五个是所有这个负面的情绪，甚至是毁灭性的情绪啊，毁灭性的情绪在我们佛教里面这个叫做烦恼啊，烦恼实际上就是毁灭性的情绪。这个情绪有这样子的情绪以后呢，它会毁灭我们的这个自身，还要去毁灭别人，别人的心腹，所以这叫做毁灭性的情绪啊。那这毁灭性的情绪，所有的这些情绪的根源，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五个贪嗔痴慢疑，然后这五个的根源是贪嗔痴啊，这五个当中呢，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呢，就是贪嗔痴三个，这在佛教里面这叫做五毒和三毒啊。然后这三毒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就是痴啊。贪嗔痴三个当中的最根源是痴，因为我们愚昧所以有这个嗔恨心所以有这个贪心贪欲。如果我们不愚昧，不会有贪欲，不会有嗔恨心。所以嗔恨心和愚昧的嗔恨心和这个烦恼的这个贪欲的根源也是愚昧啊。那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要断除这些烦恼的话，那么首先要解决什么呢？就是要解决这个愚昧的问题愚昧的问题，也就是要断除痴。那么愚昧我们怎么样这个解决愚昧的问题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不是念佛来解决这个问题念佛如果念得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我们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的手一放在我们的头上，立即就会证悟的时候就是明心见性那个时候可以断除所有的烦恼。但是如果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没有证悟的话，那么光是念佛也是不能断除这个痴就是愚昧。然后呢，我们烧香拜佛等这些都叫做这个功德，都是有功德的，就是有可以积累很多的福报。但是这些福报呢，佛教里面的这个资粮有两种资粮，有慧资粮和福资粮福就是福报，比如说我们吃戒念佛烧香还有拜佛还有这个做慈善等等这都叫做福资粮福资粮然后这些福资粮呢它只能让我们就拥有更好的这个生活拥有更健康的身体拥有更好的环境就是这样子而已，仅此而已，它不能解决我们的最严重最关键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贪嗔痴，它不能解决的。那贪嗔痴要解决的话，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们通过一种方法去推翻另外一种观点的话，那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对立的观点对立的指挥才能够推翻，才能够颠覆这个对方。那我们今天
需要颠覆的是什么呢？啊，需要颠覆的不是外在的任何东西啊，也不是什么学术上的，比如说什么唯物主义啊、唯心主义啊，这些都不是啊。今天我们要颠覆的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啊，我们自己的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观点、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啊，我们认为是一个这样子的观点啊。那么通过佛的智慧来颠覆我自己的观点，并不是我们要去颠覆说服什么人啊，并不是我们要去颠覆谁的观点，并不是我们要去推翻谁的观点，并不是我们要去跟谁争论辩论啊。那我们啊要推翻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啊，就有一个啊这个痴啊，贪嗔痴当中的痴。所以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内心当中有一个我执啊，执着就是我执、爱我执和这个我执。只要有这个我执啊，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解脱啊，连小乘佛教的阿罗汉啊都没有办法达到。更何况啊是这个大乘佛教的佛的果位。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方法是智慧啊，是智慧。所以我们佛法里面呢，它不是啊，它不是用祈祷佛菩萨的方式来让我们解脱啊，也不是我们做很多很多的善事来让我们解脱，也不是我们做某一件事情让释迦牟尼佛高兴啊。然后呢，释迦牟尼佛高兴了以后呢，给我们安排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啊，也不是这样子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用我们自己的智慧来纠正啊我们自己的错误啊，自己的错误纠正了以后呢，解决了以后呢，然后自己可以成佛啊，自己可以成佛。这叫做佛教，就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在讲两个字，就是缘啊，缘因缘因缘。这因缘有缘起和缘灭啊，缘起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或者是我们包括解脱都是一样的啊，就要产生任何一个好的或者不好的东西，都是有很多的因缘啊，客观的不是客观，主观的很多因缘具足的时候呢，然后就产生啊一件这个。我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物质啊，这叫做缘起。比如说啊，要产生一朵花啊，那么需要土壤啊，然后就需要湿度，还有温度，还有空间，还有时间，有这么多的因缘具备的时候啊，然后这朵花它会张开的啊，那这叫做缘起啊，缘起。那什么叫做缘灭呢？啊？这朵花啊，如果这所有的这个它生存的条件啊，或者是它生存的因缘都具备的话啊，如果一年当中、五年当中，这个所有的它生存的条件都具备，一个都不少的话，那么这一朵花它一直都会生存下去的。它一直都会生存下去的，一年、半年或者几个月都会生存下去。如果有一天啊，这个这么多的这个缘起的这个因缘当中呢，如果有一天少了一个啊，少了一个或者是少了几个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缘灭啊，然后它就开始走向灭亡啊，走向灭亡，最后这个花啊就不存在。所以这是佛教的世界观，佛教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个外面的大自然那也是一个这样子的自然的规律啊。然后包括我们人的今生啊，都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因缘啊。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今天是我们是轮回的缘起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轮回已经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轮回啊，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轮回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轮回，在这个轮回当中，这个轮转不息的因缘都具备了。啊，都具备，那么这个都具备的情况下，我们一直都会轮转的啊。
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不愿意继续轮转啊，继续流传这个轮回当中的话，那我们不是直接控制这个这个轮回，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要从它的因啊下手。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啊，治病的时候，治疗的时候，这个病痛的感受啊，直接是没有办法的，就是要找到它的根源啊，然后找到它的根源以后呢，它从它的根源上下手，这样子以后呢，就这个可以治表面的这个疼痛的感受。同样的，如果我们要停止这个轮回的话，那就是轮回的，首先要找到轮回的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轮回啊，轮回的主要的因素是什么，首先要找到这个根本的因素。根本的因素找到了以后呢，我们要去破坏啊这个因素，这个因缘啊，这个因缘推翻了以后呢，然后轮回它一定会啊停下来的啊。比如说一个车的车轮转动的时候呢，以我们的力量去转要去控制它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但是如果要让它这个车轮的转动要停下来的话，那就是要从它的动力，从它的发动机或者这类的方面去下手啊，让它的动力消失。它没有动力，那么它就一定会停下来的。如果它有动力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停下来。那我们今天的轮回的动力是什么？轮回的动力就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愚昧，就一个愚昧。因为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愚昧，然后这个愚昧就导致了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东西。从此以后呢，我们就就流转这个轮回当中了。那如果我们现在想这个轮回停下来的话，那就是要去破坏它的因啊，破坏它的因，它的因当中有一个主要的因啊，被破坏了以后呢，然后这个轮回它一定会停下来的。为什么它没有动力啊？它没有动力啊？我们佛教讲这个因缘啊，不讲鬼，不讲神，我们不认为这是鬼神的力量啊，我们不会说。我们是鬼的力量产生的啊，我们不会说我们是神的力量产生的，我们不会说我们是上帝创造的，都不会说的。那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愚昧制造的产生的。那这么说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愚昧的产物大自然。也是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的愚昧的产物，这个非常简单，我们可以当下就可以证明的这一点。然后我们包括人也是愚昧的产物，愚昧的产物。因为我们的感官以及我们的第六意识所有的东西都是很迟钝的这个灵敏度不高它识别不了世界的真相然后呢，就任何一个东西到了这个眼耳鼻身身这种迟钝的感官当中的时候呢，然后他感觉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根本不是他的真相，根本就不是他的真相非常简单的，比如说我们看任何一个物体在我们的眼里，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一个静止的状态。那比如说我们的两只眼睛顶着一个砖头再怎么样详细的看，从远的地方看，从近的地方看，怎么样认真的看，那我们看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静止的砖头静止的，根本就不是一个运动的东西。那么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静止的砖头呢？没有的，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静止的砖头只有运动的一大堆的原子或者分子，这里也没有砖头，也没有更没有静止的没有这样子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到了我们的眼里它就变成了静止的实际上是没有的那么我们只能说这个砖头是我的眼睛的产物还有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红色、白色、绿色、蓝色等各种各样的颜色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认为这个是物质它本身
它自己的颜色啊，所以我们买衣服呀，啊，做衣服的时候很挑剔的，啊，很挑剔，喜欢这个颜色，不喜欢那个颜色，很挑剔。但是啊，实际上这些都是它是没有颜色的啊，实际上物体物质它是没有颜色的啊，只不过就是这个物质的光波到了我们的眼啊，我们的视觉当中的时候呢，它就在我们的视觉当中就产生了一种这样子的啊，红黄白绿这样子的颜色啊。那么我们只能说啊，这个颜色是我们的啊视觉的产物啊，它不是一个存在的物质。这个我们佛教里面呢，已经很早以前就讲得非常清楚了啊，现在也有科学的证据。那么同样的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物质啊，任何一个物质都是一样的，它的颜色也好，它的形状也好啊，包括它的本质啊，都是我们的这个眼识的啊，我们的视觉和听觉的产物啊，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世界啊的真相啊，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我们今天看到的根本就不是真相，是另外一个东西。任何一个东西啊，任何一个东西到了我们的任何一个物体到了我们的这个视觉当中的时候呢，它完全就变了一个样啊，然后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第六意识，也就是啊，就根据这个我们的视觉的这个错误的信息啊，根据这个视觉的错误的信息去判断啊，这个世界是静止的啊，这个世界是有颜色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怎么样的，我也是存在的人，什么物体都是存在，他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啊，然后他有这样子的错误的分析和判断以后呢，然后啊，他又就给我导致了一个我们的这个错误的价值趋向啊，价值的趋向，最后啊，就形成了我们的人类和我们的世界，然后就是贪嗔痴烦恼，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啊，这里没有这里面呢。啊，没有鬼啊，没有神，没有神的力量啊，不需要神的力量的参与啊，不需要鬼的力量的这个参与，就是我们的自己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愚昧啊导致的。那如果我们要解脱，从这个轮回当中要解脱的话，那就是要解决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啊刚刚提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啊愚昧，要断除愚昧才能够解决那。那愚昧怎么样断除？那就是用智慧啊，智慧来断除愚昧啊。因为愚昧跟什么东西这个对立呢？啊，就是跟这个啊智慧两个是对立的东西。那如果我们想推翻啊愚昧的话，那这个不是烧香拜佛，拜佛来推翻，这是用智慧来推翻。那这个智慧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智慧呢？那就是跟他完全啊相反的对立的智慧，而且比他有说服力的智慧，才能够推翻到他。那这是什么啊？这个就是佛教里面这叫做啊空心啊，这叫做无我啊，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佛教里面讲的空心啊，佛教讲的这个无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非常深奥的这个世界观。和生命人生观，但是很多不了解的人啊，对这个空心呢、啊，对无我、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误会，有各种各样的误会。但是这是因为不理解啊，不了解，他不了解真相，不了解真相以后啊，很多人都会有误解的。但是实际上呢啊，它是一个非常深层次的一个。世界观啊，我们今天的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观是什么呢？就是最表面，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最表面世界的最表面的东西啊，它的真相我们没有看到过啊，我们也没有去想到过。比如说东方的哲学、西方的哲学也在探讨啊，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啊？已经都2000多年了，
这么两千多年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去探讨这个问题，讨论啊，探索，但是呢，没有一个啊令人满意的答案啊。各种各样的说法，唯物主义啊，唯心主义啊，我们佛教就不参与这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这个争论当中啊。有人认为是这个佛教是唯心主义，其实这是错误的。佛教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但是呢，佛教里面也有唯物主义的成分，也有唯心的成分，都有。但是它整体来讲，它不是唯物，它也不是唯心，都不是。所以我们唯物和唯心的这种辩论呢，是一个西方哲学的辩论啊。佛教不参与这个辩论当中。佛教它自己有啊，除了这两个以外的另外一个这个智慧啊，另外一个观点啊，这个观点呢，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啊，都不是。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佛教里面我们一学一看就知道啊，所以这时候呢啊，佛教就这个讲空心啊，讲空心，那我们用空心的这个理论来推翻啊这个愚昧，然后愚昧啊推翻了以后呢，在愚昧的基础上啊产生的啊贪心啊嗔恨心啊慢啊疑。等等啊，所有的这些负面的这种情绪烦恼啊，都会停止的，都会停止啊。这叫做证悟空心，或者断除烦恼啊，或者解脱啊，这样的。那这个是很重要啊。然后呢，无我上面呢，这个我怎么不存在呢？这个我们上次的那一堂课里面呢，讲的比较清楚了。然后呢，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去推理。推理的话，然后都是一样的。这个整个世界，整个世界，实际上都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啊。就像《金刚经》的这个最后讲的一样，这个一切有为法啊，所有的这个有为法是什么呢？就是有因有缘，也就是说，从因缘当中产生的任何一个物质，任何一个这个事物啊。都叫做有为法，所有的有为法都是蒙幻抛因啊，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们就任何一个这个推理的方式在任何一个物体上成功了以后呢，然后呢在其他的这个物质其他的这个事物上也可以这样子推理，推理的时候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虚幻的啊。那我们从小到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的本体是什么，我们很多人也不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本质也不知道生命来自于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生命的归宿最后要回归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我们也不知道那么生命的当下这个怎么样，这给它下一个这个定义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很愚昧的。然后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个我们看到的也是最表面的，它的本质也不知道那么一个这样子的非常盲目的状态当中一直都这样生存下去的，这个就是我们凡夫人，这叫做我们凡夫凡夫就是因为愚昧，所以有这么多的烦恼然后他就是然后这个愚昧尤其制造更多的业然后就到最后导致这个轮回了。所以我们应该说，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虚幻的世界然后我们人生命的个体，它也是其中一部分，其中一个小的这个虚幻的个体，都是实际上都是虚幻的，这个很简单的我们如果用这个佛教里面用中观用中观的这个方式去推理的话，那就很简单的这个很重要那这个理论我们要去学要去学。那学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学什么呢就是要去学中观中观是最重要了。在我们的这个
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里面呢，他讲五部大论啊。那么五部大论当中呢，其中一个叫做中观啊。那中观就是结识释迦牟尼佛的般若波罗蜜多经啊。般若波罗蜜多有十万颂啊，最广的最大的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啊，最略的最简单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才200多个字。才200多个字，实际上这两个的内容啊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也好啊，心经也好，这个它的这个思想啊是怎么样去解释呢？用中观去解释。我们佛教历史上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释迦牟尼佛，在佛经当中，大乘如楞伽经啊，楞伽经里面很明显的说，很明显的这个语言啊，这个龙树菩萨的出现啊，那么龙树菩萨去揭示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啊，佛陀的这个空心啊，那这些龙树菩萨的这些论点啊，叫做中观啊，那我们要去，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就是要去学这个啊。那当然我们学佛的人，真正学佛的人呢，那就不能不学的，一定要去学中观。中观里面啊就很清楚的啊就揭示了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一切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今天呢就讲一个具体的修法啊，理论上次讲过了，但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不需要讲太多的，大家可以这个还没有学过的啊，那就大家可以听这个网络上的视频啊、音频啊，还有过去讲的很多关于这个空性的这些课啊，还有除了这些以外呢，前几天我们讲的以外呢，还有很多苏大吉堪布讲的呀、伊西彭措堪布讲以及其他的堪布呀、上师呀他们讲的，现在我们学习的资料。是很多的啊，只要我们如果自己能够用功的话，这个音频呢、视频呢，啊，这个资料是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一定要去学，啊，那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怎么样去这个修呢？禅宗实际上在讲什么？就在讲这个空心啊，禅宗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啊，是什么？就是空心啊。那修空心怎么样去修？禅宗啊，这个刘祖一侯呢啊，慧能大师和深修大师，他们两个的这个简门和敦门啊有所不一样啊。那很多人认为这个啊，刘祖慧能大师的这个境界啊，境界很高，然后呢，深修大师呢，他的境界没有那么高啊。那这是禅宗的历史上很多人是这样子认为的，但是我们啊。先啊，这个慧能大师和深修大师，他们关于他们个人的境界，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的啊。但是呢，这个方法，比如说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他所说的啊，这个境界当中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这个境界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呢？就是如果没有这种慧能大师的这种啊简门的这种修法这种方法的话，那么这是没有办法达到的啊。其实他讲的这个是空心啊，他讲的是他是从空心的角度，他是从圣义地的角度讲的啊。留住慧能大师呢，他是用圣义地的角度讲，然后圣修大师他是用这个世俗地的，从世俗地的角度讲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藏传佛教我们学藏传佛教的时候呢，先修外加心啊，修人生难得、死亡无常等一大堆的修法来培养出离心啊，然后就是皈依呀、发心呐、曼陀罗呀、有金刚萨埵的修法呀，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修法去啊培养这个菩提心，然后这些修法都修好了以后呢，啊，最后是修什么呢？最后就是修。啊，最后去修这个空心，这就是有点像啊，这个深修大师啊，他讲的啊，神是菩提心啊，心是这个明镜啊，然后呢，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要去啊，精进用功，
不要污染它啊。其实这个是对的啊，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的话，这完全是这样子的啊。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讲的话，当然是慧能大师讲的一样，本来无一物啊，本来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但是我们怎么样知道本来无一物呢？啊，是啊，实际上是本来无一物，这个是没有错的啊，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样？我们现在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了，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悟啊。实际上，从物质的本质，从这个我们的心的本心，从本性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当然是这样子啊，是本来无一物，是这样子，是空性啊。但是我们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凡夫，怎么样达到这个境界呢？啊，那就是像神丘大师讲的一样，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啊上去啊。只有像慧能大师这样子啊，或者是另外一些印度的这些八十位成就者当中的有些人呢啊，或者是这个藏传佛教里面过去的一些非常了不起的这些成就者啊，那么他们呢，从无始以来，他们这个根基非常的成熟啊，在这一生当中呢，他们不需要经过那么多的训练就可以证悟，就像释迦牟尼佛。啊，到29岁之前啊，都在这个王宫里面，迦毗罗卫国的国王的儿子就在一直的待在这个皇宫里面，也没有去修心啊，也没有去闻思。从表面看啊，然后呢，之后啊，到菩提伽耶啊成佛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六年的时间当中苦行了。但是这个苦行的时候呢，也没有人教他空心啊。这个时候呢，因为佛法不存在，也没有这样子的很深的这个空心的概念，但是因为佛陀在这个之前啊，这个之前有成千上万年啊。修心修得非常的成熟，根基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了。那所以他没有不需要经过太多的啊，不需要经过太多的学习，就是苦行6年就成佛了啊。那我们普通人6年能不能成佛呢？啊，这个就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的。但是呢，因为在这个之前根基成熟了，佛陀就是6年当中就成佛了啊。那除了佛陀以外，其他的这些啊，比如说六祖慧能大师呀，啊等等，啊这些非常了不起的这些成就者呢，因为他们过去啊根基很成熟啊，所以在这一生当中呢，虽然是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苦行呢，啊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这种训练修行啊，但是因为他们过去的因缘啊，在这一生当中呢，可以啊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或者是一句话就可以证悟的，一句话就可以证悟了。那这种人啊，他可以啊，这个一个很简单的这个诀窍就可以成佛了啊，可以成佛了啊，是顿门的啊，就顿悟了。但是这个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子啊，这个是很少的人，1/1、1/1000的人。才是可以这样子。这个无论是从仙宗禅宗的角度讲，从大圆满密法的角度来讲啊，都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呢，这个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现在啊修心，那我们怎么样修呢？那我们自己的根基是什么样子，我们大家很清楚的啊，每一个人自己很清楚的。那如果我们的根基没有那么好的话，那我们就是像神丘大师啊讲的一样，就把我们把这个心啊当做一个明镜台啊，然后呢神就当做一个菩提树啊，然后呢时时刻刻的去用功啊，用功忏悔罪过，积累福报啊，这样子啊，逐渐啊，最后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所以我们修空心的时候呢，啊，必须要有这些啊，这个前面的这些修法，没有这些修法就是非常非常的难啊。禅宗就像这个大圆满，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高端的这个境界，它的针对的这个人群是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啊，就像六祖慧能大师啊这样子的人啊，这样子的人呢，
它就不需要太多的太复杂的这些方法，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它就可以证悟了啊。那么大圆满也是这样子，但是呢大圆满它有一种方法，是什么方法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根基不成熟的人，根基不成熟的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呢他有一种方法根基不成熟的人也就可以让他的根基成熟成熟了以后呢，然后再讲大圆满，然后呢立即就可以证悟这个是大圆满他有这种方法。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潜心就是潜心四外加行出离心、菩提心尤其是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呀，曼擦罗的修法呀，还有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修法这些修法如果我们做得比较好的话虽然是一个非常根基非常下等的人很差根基很差的人，也可以通过这些方法让他的根基可以成熟，可以成熟，成熟了以后呢再降大圆满，然后立即就可以证悟的。没有这些方法的话，那就要证悟是非常非常难所以我们平时呀打禅期呀修禅呢有很多人去做做禅修禅打禅期，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明白为什么六祖慧能大师就这么《金刚经》的一句话就开悟了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没有这样子开悟呢为什么《金刚经》的一句话就到了其他人身上的时候呢不管用了呢？为什么慧能大师的这个一句话就可以开悟呢为什么悟宗弘忍大师为什么就其他的这么多的这个禅门的弟子，为什么用这个《金刚经》的一句话让他们开悟呢？为什么不让他们开悟呢为什么只让这个慧能大师开悟呢这个并不是，这个不是弘忍大师他能够做主这个不是他做主这个谁来做主？这个是每一个人自己做主的，因为其他人的根基不成熟，所以没有证悟慧能大师的这个根基成熟，所以他一句话就证悟了同样的道理那个藏传佛教里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公案，然后呢印度佛教里面呢也有更多有这样子的这个例子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根基成熟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这个证悟根基不成熟的时候呢不容易证悟，所以证悟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但是呢怎么样证悟，怎么样才能够证悟，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自以为学佛自以为修心但是呢这个方向或者是这个方法完全是错了因为方法错了，所以就是五年十年八年修心也没有什么结果没有看到什么结果。什么叫做结果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结果都是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最终就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并不是说我们念了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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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念了多少多少这个佛的声号，不是以这个数量来这个衡量这个标准然后也不是我们做了多少多少的功德，我们拿了多少钱去这个做了慈善捐修庙捐款也不是用了多少钱这个数目来这个衡量这个标准那么唯一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了这些事情念佛也好修家心也好大作也好，这些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烦恼断除贪嗔痴有没有如果贪嗔痴没有，我们以为没有，那这个是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些让我们产生贪嗔痴的这个因素就没有，还是虽然有这些因素有这些因素都有，但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证悟的境界把它控制住就没有是什么原因这个也要分清楚。比如说我们修这个禅定的时候修这个四禅八定修四禅八定的时候呢
它也有一种这个，它也有一种效果啊。这个效果是什么样？斯坦巴丁修得比较好的时候呢，啊，心非常的平静啊，心非常的平静，嗯，然后呢，不仅是心平静，而且这个烦恼啊，我们以前的这些很多烦恼也就慢慢的没有了啊。这其实这两个是一回事，因为没有这些烦恼，所以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能够静下来。因为我们的心静下来，所以没有这些烦恼啊。它也可以达到这样子的这个啊境界，但是实际上它没有解决烦恼，这是因为暂时啊，暂时把这些烦恼控制住了。那但是实际上这些烦恼的根源呢，啊，根本就没有啊，它根本没有去端出这些根源，所以不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修空心真悟，这是我们的所有的佛教徒的最后啊，无论是修禅宗也好，修密宗也好，修什么也好，最终啊，就是以这个来衡量啊，真悟空心，推翻烦恼，达到了啊，那就是成功了啊，没有做到，那就是我们虽然修了很长时间啊，但是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啊，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最理想的结果。所以用这种方法去衡量，并不是啊，用我们花了多长时间呢，用了多少年呢，啊，念了多少经呢，根本就不是这些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要分开啊啊，比如说烧香拜佛念经啊，当然是很好的啊，是有很大，尤其是这些大乘佛教的这些经典啊，我们去念的话，这个功德是无量的，这是佛说的，这个是功德无量的。但是这个功德无量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能不能断除我们的这些烦恼呢？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只能说啊，断除烦恼有间接的帮助啊，间接的帮助。只能这么说，所以这些都是不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啊，不解决根本性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以什么东西来解决呢？那就是空心啊，证悟空心了，所有问题就一下子就解决了。但是像我们现在的人啊，像我们这样子的这个钝根啊，根基非常差的人呢啊，怎么样去证悟呢？证悟我们也可以证悟的，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证悟的，但是证悟的方式呢，不是像六祖慧能大师这种方式去证悟啊，不是这样，那是什么？就像是神修大师这样的这种啊方法去证悟啊。那么神修大师讲的啊方法，那具体他没有说一个具体的方法啊，他说是时时刻刻我们要精进的去啊，这个忏悔啊，啊精进的去把这些污染啊都把它啊擦得干干净净的啊。但是具体怎么样去啊把这些这个染污的尘埃，我们怎么样去啊这个腐蚀啊，怎么样去腐蚀啊，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就是具体的很具体的方法。那么藏传佛教里面呢，就是有四加心啊，时时勤拂拭的方法是什么？第一个是四加心啊，培养出离心啊，第二个是内加心，五个加心啊，积累资粮啊，忏悔罪过呀，那这些都是这些都是这个我们时时勤拂拭的内容，是这些了，它有很多很多非常具体的东西。那么通过这些以后啊，我们把外加心也修好了啊，已经有了比较标准的这个出离心啊。什么叫修好呢？就是有了出离心就修好了。然后呢内加心也就差不多啊，也就是说我们有比较标准的这个实素菩提心啊，已经有比较标准的菩提心啊。然后呢曼察啊，还有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啊，这些都做得比较不错了。这些全部做完了以后呢，然后就这个这些基础的这些条件呢啊，应该是基本上都是具备了。那这个完了以后呢啊，我们再去修我们今天讲的啊这个修法，这个就是空心的修法。但是这个还不是啊这个大圆满的修法啊，这个也不是大熟因的修法啊，这个是
这个是属于这个先总的中观的修法，但是这个中观的修法是非常有用的。对我们来说啊，这样子一步一步往上走的话，那这个证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嗯，所以我们这样子一步一步走，所以我们还没有修加行的啊，就不建议啊修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课。那这个上次也说过了，就是前心啊，所有的前心修完了以后啊，再去修。那么今天的这个修法呢，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修法啊，非常具体的修法。这个是不能在这个案例来讲呢，就是像这样的网络上这样子不能公开的讲的啊。这个是真正想修行的人啊，真正想修行的人，很虔诚的啊啊啊。诚心实意的想修行的人，能够接受空心的人啊，才面对面的讲啊，本来是他们的要求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今天没有做到啊，我们就是这样子公开的讲了，就希望啊，我们就现场的也好啊，或者是通过网络上听的也好，如果不能接受空心的观念啊，或者是不打算修空心，那么就最好就不要听啊，最好不要听。比如说我们在现场的话，也就可以随时可以离开啊，啊，这通过网络听的人呢，也就是如果不打算的话，那就最好不打算修啊，或者是不能接受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思想准备的话，那就最好是不要听啊。那么如果听下去的话，那就是这就是说明啊，我们能够接受。啊，能够接受这个空心的观念啊，我们啊也愿意修啊这个空心，那就是说明这个了啊。那它具体的修法，首先啊，我们要知道修法啊有两种，这个空心的修法就有两种啊，一个是什么呢？叫做观修啊，第一个叫做观修，第二个叫做知修，观就是观察的观啊，观修啊，什么样叫观修呢？观修和知修这两个当中，我们佛教的所有的修法啊，都包含在这两个修法当中。这两个观修和知修呢，是所有修法的一个框架，所有的修法都在这个框架之内，没有超过这个啊，观修、知修。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继黑奴及女权意识抬头后，近年来物种平权意识也逐渐昂首，透过游行、网络、电影、广告等媒介，让人开始正视动物在这个世代所受到的迫害。英国动物之家即透过广告呼吁动物对人的爱没有品种之分，人对动物的爱又能否跨越品种的框架，以领养代替购买？在车水马龙之间，当你只身一人面对这个世界，辛苦的工作，冷漠的人群，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也逐渐失去笑容。但不管你什么时候回到家中，总会有一个热情的迎接，纵使他不知道你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对他来说，他在乎的是主人回来了。狗狗单纯而无条件的爱你，对它而言，你就是全世界。Unconditional love， 无条件的爱，
这是英国动物之家想借由这支影片所表达的概念，呼吁大家以领养代替购买。当动物可以无私地去展露它的爱，而我们又何尝做不到呢？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